袂着，恨袂流失。听说粉丝很多，还好啦，有一点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、啊，你为什么还拒绝粉丝的礼物？不是，因为他们是我就觉得说我唱歌给大家听，那他们喜欢就打赏嘛，那不要去。因为他们那时候说，哦，我要去借钱这样，我就说不用不用，借钱来打赏，对对对，哦、然后我就说哦就不用这样子，嗯、对，就是自己范围内可以做到的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很谢谢你了。那你今天的冠军歌曲要带来的是什么？今天带来黄以玲的《爱魂弄喜力》。好，来欢迎三位，谢谢。若是想要挽回，敢也搁有可能？是毋是爱甲恨，亲像一支刀的两面？当初付出有偌多，伤害着有偌深？爱着可恨的人，恨阮可爱的天真。别相信你会陪伴阮一生，恨你可爱的人，爱你可恨的眼神，总是害我爱袂着，恨袂流失。相信你会陪伴阮一生，恨你可爱的人，爱你可恨的眼神，总是害我爱袂着，恨袂流失，爱恨拢是你。谢谢。